不能匆匆不见。我们的声音，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心理学知识，它叫做鸟笼效应。我的东西等等，现在实际上的包括我们自己，很多时候在心里面挂上了一个笼子，但是我们又毫不自主的去朝一些方向。那我们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，我们被套。